是啊，很爽啊。玩别的我玩不过你，玩这个，你永远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再来。再来。哦，童小姐回来了啊！没事，你们继续玩。啊，不是的，其实刚才一直在等您回来，我只是陪莫先生练习一下而已。莫先生进步神速呢。莫先生，可以准备晚餐了吗？好啊。你怎么迷上打游戏了？其实这种东西一点都不难。坐。你想跟我对打？我是不是太快把你打败了？再来。怎么，很爽是不是？像报了仇一样吧。是啊，很爽啊。玩别的我玩不过你，玩这个，你永远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再来。再来。想砸就砸。你不砸，我帮你砸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话好好说，都别生气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哦，晚餐快好了。好。有心事啊？出去一会儿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有啊，就是朋友的一些破事。要吃饭了，我去洗把脸。小千，科技公司的合同弄好了，他们发过来我看了一下，有些条文我做了一些修改，明天他们再发给我，如果没什么问题我就发给你。另外，你要的东西我已经弄好了。这么快？真的不好找，假的还可以。我是加了钱让师傅连夜赶工的。我叫好了快递，明天你就可以收到了。好的，谢谢。再见。拜拜。说好了今天我请客，你们怎么又抢了？为什么今天非要你请客呢？我不说了吗？明天我就走了，所以说该我请。
就是说嘛，明天呀你要走了，所以呢我们请，嗯，给你送行。切，穆太太，后天我也要走了，我老公这边的生意也谈完了，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人，也没人陪你，你还不打算回去吗？这挺好的，我想再玩两天，放心吧。嗯，穆太太，那不是你老公吗？哟，还遇了老公啊。啊，你们好。你好。你好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媳妇儿，别来无恙吧。啊，挺好的，原来是一家人团聚啊，来喝茶。是，我妈听人说这里的茶是本地最好的，非要我带她过来喝。你才刚出来，看来现在又要进去了。还啰里啰嗦的，人家一家人团聚，你就识趣一点。对对对，莫先生、莫老太太，我们就先走了，你们慢慢聊啊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永飞，你过去喝茶好不好？好，走。妈，请。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还以为你在上海呢。我以为你在家呢。我来这里是为了看我妈。我来这儿是为了看珍妃。老公请。瞧你一言语的，倒是我不对了。别怪他，是我不好。我是因为应聘回来讲学，也想着是该回国了，也想看看你们。可是我事先没有通知他，我是人回来了，安顿好了再告诉他的。他也是昨天晚上才从上海赶回来的。原来是这样。我这个媳妇儿还真伶俐，十年没见了，一眼就认出我这个老家伙了。妈，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心里惦记着你。十年前我跟少卿结婚，您就没有回来主持大局，十年之间也没回来看过我。我就想，是不是我哪做得不好，您不喜欢我这儿媳妇呢？别说你了，这十年来连我也没有见上几面，然后呢突然说回来就回来。好好好，我两个都不喜欢，我连我儿子我也不喜欢。媳妇儿，这下你消气了吧？媳妇儿，你怎么老盯着我的戒指看呢？你喜欢啊？戒指好漂亮啊。他送我的，可我一个老家伙怎么会戴这种玩意儿呢？所以就一直没戴啊。昨天晚上他陪我吃饭，看我没戴上不高兴了，所以今天我就一直戴着。他一走啊，我就脱下来了。小倩对您真好，他还没有送过我戒指呢。那你喜欢拿去啊，不过尺寸可能要改一改。妈，这是我送你的。我的东西早晚还不是他的。嗯，妈，这是他的一片孝心，你就留着戴吧。嗯，好好好，当我没说。您住哪儿啊？这边大学已经帮我找好一栋房子了。明天你有空吗？我陪你到处转转。哎呀，真不巧，我明天要去北京呢，那边的大学也请我过去几天。等我回来，我们再好好聚一聚，好吗？当然好。你呢？哦，我明天去上海，科技公司的事也谈得差不多了。明天我去签个约，然后就直接回家。你呢？那我也回家吧。你买几点钟航班啊？咱们可以一起去机场。好啊。你住哪儿啊？酒店吗？没有，他昨晚住我们那儿，唠叨了一晚上，我都快疯掉了。今晚啊，你快把他领回去，我乐得清净。你呢？你又住哪儿？珍妃家。哦。来喽！哎，姐，姐夫，快进来。你在做饭啊？是啊。难得你们两个一块儿过来。我亲自下厨，马上就有的吃了。来，里面坐。好。
你们先坐啊。哦，振飞，嗯，你的书房能不能借我用一晚？我为了赶过来看我妈，很多文件都没有处理呢。怎么，不可以啊？借给他吧。那你睡我房间，书房没有床，我睡客厅。不用了，你帮我准备一套被子枕头，我累了躺地上就好了。好，那听你的，你们先坐，我去弄饭啊。嗯。你先坐会儿，我去找振飞聊两句。我也去。我是让他回远中上班，你在旁边我怎么说？哦，如果他不回去，就用绳子把他绑回去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怪脏的。来谢你啊。事情都解决了？应该是吧。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只不过是把我姐姐每天去哪儿都告诉了你而已。谢了。别太闲了，啊。